如日如星如星你的名字。季璇是台湾现代派的一个算是开创者。季璇老师很多其他的诗的作品都比较批判性，但是在你的名字就是很温柔，所以反差蛮大的。那么妖娆的声音，非常专业的，这其实才能够来支撑所谓上海摩登的那种繁华时刻。森林的燃烧